主料：玉米面200克，面粉100克，猪脚肉200克，萝卜100克。辅料：油、盐3克，鸡精、胡椒粉、生抽、料酒、酵母粉一勺，葱姜末。制作时间2小时以上。玉米面、面粉、酵母粉混合后，加水和成软硬适中的面团，盖好发酵4小时左右。发酵好的面团反复揉两遍，盖好二次发酵10分钟。萝卜擦成丝，焯水过凉，转进水分。猪脚肉加葱姜末、油、盐、鸡精、生抽、胡椒粉、料料和少量水搅拌均匀，向一个方向搅上劲。萝卜丝放到肉馅中拌匀，揪一块面团两手拍成饼，放上肉馅，包成圆形，上气蒸，约15分钟即熟出锅。烹饪技巧：面性好后，抓一块放在手里，搓圆后双手一拍，面皮就摊在双手心里了。往里放馅后，边抓面皮边往上拢，两只手的大拇指同时把馅往里按，这样面皮就被推得均匀了。薄厚也一样了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